今天大家吃鹅房宫的哦，不要再说没有吃的哦。你自己都先来吃的，我先试吃一下啊。鹅房宫讲很久了，超好吃的地方。我上次吃无菜单是这个啦，就这个。啊，看你要单点还是什么？还是我们要单点？你觉得套餐 OK？ OK。好，那就吃啊，套餐。你觉得吃横纲就对了啦。我们不知道，就是选最贵吃就没有错了。一人一个横纲，然后再单点鹅肉。哦。上次我没有吃到鹅肉，就是要吃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进来吃就会变成。龙眼的味道，龙眼汤，嗯，你喝看，就是第一盘金这个啊，前菜啊，这什么昆布南非鲍鱼沙拉，嗯，对不对？赞吗？试试看，怎么样？你吃一个鹅肉看看，要不要蘸酱？哦、要原味还是怎么样？先清原味好了，超嫩的，而且居然咬得断，很多鹅肉都要跟它拼搏很久，它不用了，很嫩。这个皇宫厉害的鹅肉，那这些是要干嘛？真的是额外的附加价值。嗯，好吃，大颗的鲍鱼哦。哎、欸，那你切好了啦？对啊，切好了。好脆哦，脆哈、哦，嗯，很轻，哦，一次半颗有点奢侈，不会啊，很爽，好吃，好吃，好脆哦，超好吃，嗯，炸昆布还蛮特别的，但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油，但昆布都是煮汤，但它是炸的，脆哦。对，鹅肉，但不拍的拍不到，我不知道。我那天吃的鱼是鱼皮，你知道吗？不一样。昨天就是我结账，来讲一下各个新总总，你要带我去哪？带你去五岭。今夜冲上去，然后在那边煮泡面看星星，度过结婚纪念日，再回来。对，怎么样？秋了吧？很浪漫，对不对？这么大只的鱼，整条的。哦，我喜欢的鱼。鱼的肉质很嫩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很肥耶。对啊。你看这很肥。嗯。会去一个258也不贵，你知道吗？那东西就一人一份，大份。对啊，食材是好的啊。当然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。不用减啊，你不是在个怎么生成就好了？对，保养一天就回来。鱼可以吃这么干净？鱼不是就要吃这么干净吗？看你的鱼。我的鱼啊。再看看我的鱼。我的鱼就像被炸弹炸过一样，果然是一只猫。快点，和牛沃寿司。牛肉味道很香耶，烤的那个牛肉的味道很香。A5和牛沃寿司，真的。所以我现在到底我要怎样弄瓦萨比？哦，满满的一口，嗯，小当家出现，牛肉很香，
一头牛从嘴巴里蹦出来。没有，因为它有卵，所以有海鲜味。就屌了吧？整只的龙虾，你上次吃蟹是龙虾呢？对呢，我上次是吃雪场蟹哦。对，因为它的它更很长，然后有毛的，就是龙虾嘞。对啊。怎么样？物超所值了吧？这个主食怎么样？整只龙虾也太屌了，厉害了，嗨了哦！我刚看到就饱了，看到就饱了。不然要不打包去五岭，加在泡面里。泡面龙虾是不是？这主意不错哦。好香哦！下面什么？好贵呢。这一道再下去真不饱，我都不相信。我光看到就饱。这熬成大只。对啊。哦，好鲜甜。很甜啊。就是加了我，还记得。哦。是吗？对啊。你说你多爱吃。其实你一定要用我自己的脚踝板配合，然后我的脚踝板配合，然后我的脚踝板配合，好喝，好喝，好喝，很浓的胶质，好喝，你看那个汤很浓耶，满满的胶质，我们偏艳，想包一点呗，今天喜欢喝这样的鸡汤，喝起来有熟悉的味道，一直讲不出来，后来看到，对，后来看到这一片，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熟悉了，来看一下，哇。好大片哦！所以它汤头你说不出海味噌，对，不出海味噌哦，因为它有一点那个鸡汤的香气哦。嗯，赞！冰品都被吃完了，难得我对冰很有，觉得它真的很厉害。这长样子，这么厉害吗？完全可以刺激味蕾，酸酸甜甜，很好吃。吃过一顿大餐之后，对，感觉很解腻。今天这一趟评比怎么样？很好，这件可以再来，下次要试别的口味。下次换单点。嗯，套餐吃过，但是也不用吃套餐。